从稻作农耕到青铜器和铁器，东传日本列岛；从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跨海到鉴真东渡；从遣唐使求学大唐到抗击疫情守望相助的山川异域，风月同篇。中日两国的交流交往一直备受关注。2022年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从考古视角看，中日双方50年来有什么合作研究及成果？未来又该如何发展？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山东大学讲席教授、考古学家白云翔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应该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中日考古界的交流与合作获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实际上，中日考古学界的交流啊，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1957年，日本考古学家代表团曾经访问过中国。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建立邦交关系。那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这个呢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啊，就这个迅速的发展起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中日合作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虽然数量上不多，但意义重要，影响很大。至于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为基础的合作研究，比如说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跟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开展的汉长安城贵宫遗址的发掘、汉魏洛阳城的发掘，还有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这个太液池遗址的发掘，以及说新疆跟日本合作的宾夕尼亚遗址的发掘，宁夏跟日本合作的固原北周墓的发掘等等。谈到中日两国未来在考古领域的发展前景，白云翔表示，在坚持交流与合作的同时，要在形式、研究领域等方面进行创新，将中日考古界的交流扎实推进。那么，中日邦交这个正常化50周年，我们下一个50年怎么走？从考古学上来说呢，我想，这个应该说，就像中日友好是个主题一样，那么中日考古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也应该是向前发展的啊。我想，一个是要坚持这种交流与合作，第二个呢，要创新，就创新形式、创新研究领域、扩大研究范围，加强人员的交流，以便于什么呢？这个把中日考古界的交流啊，不断的、扎扎实实的推向前进。当然这方面需要考古学界的努力，也需要一个大的国际环境，但是我相信啊，在这个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考古学界的交流，一定会不断的开创新的局面，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